In our next fight, the talented Jibo Moon returns to the Pro FC cage after his last major upset of UFC veteran Will the Kill Chope at Pro FC 9. This time, he looks to do the same against heavily touted Englishman, undefeated with 10 wins and 0 losses, Chris Fishgold. Fishgold makes his way back to combative action after a year-long layoff with high hopes of UFC dreams. He must defend his flawless record against the well-rounded striking and wrestling game of his Korean adversary, Moon. Coming up next, in the Pro FC featherweight division, the underdog Jibo Moon faces off with the undefeated Chris Fishgol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bout is scheduled for 3 rounds. First to my right, in the blue corner, with a record of 3 wins and 2 losses, weighing in at 66 kilos and 170 centimeters, fighting out of Team Mad, hailing from Korea, Jibo Moon! His opponent, in the red corner, with an unblemished record, coming into tonight's action, he is undefeated in 10 pro matches without a loss. Weighing in this evening at 66 kilos and standing 173 meters tall from England, fighting out of Phuket top team, Chris Fishgold! Your referee for this match. Song Lingbin, your referee.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的体育馆，继续来欣赏 Pro FC 10的一个赛事。我是杨真磊，我是全方位馆长蔡志贤。今天的比赛接着要来进行的是韩国选手 Jibo Moon 要对上的是来自英国年仅21岁的好手 Chris Fishgold。讲到 Fishgold 的一个成绩，前面10胜0败，对，10连胜啊，太恐怖了哦。他从英国跑到普吉岛受训啊，目前是柔术的一个中段。那这韩国选手啊，其实他也不是开玩笑的哦。他跟我说，他师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 UFC 高手，目前排名第8的金东炫。是，我本来以为他在骗我，跑去问金东炫，他说对，他真的是我徒弟啊。啊，为什么没来啊？没办法，他要准备这个 UFC 187的比赛啊，目前在 LA 受训，那受训完直接打。好，可以看到这个 Fishgold， 好，把韩国选手啊挤到地面。韩国选手 Jibo Moon， 他在 Pro FC 9，然后就是上一届也是有参加。有，他跟一位美国常人打194公分啦，的 Well Chap， 看这么打啊、哦。对，啊，后来他策略选择蛮正确的，跟他黏着打，带到地面。是，今天要来打破这个 Chris Fishgold 的不败传说。对、哦、不过看身材来说，好像有点难了。那个 Fishgold 实在啊太壮了啊。那 Fishgold 啊，他跟我说他是个全方位的选手啊，谁来都一样啊。那以他的拳来说是没有话讲啊，那地面来说也是非常强啊，腿的话稍微差一点。哦、哎，不错啊。好，再摔一次啊，脚力的一个摔法。这都非常吃力气的啊，平常做大量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训练。是。虽然都是66公斤级的一个比赛啊，但看起来真的 Fishgold 啊，比这个 Jibo Moon 还要壮很多。他目前搞不好已经有到75公斤了。有一些选手啊，这个降完体重、过完磅之后，第二天就补回来了。补回来了，好，目前这个 Fishgold 还没有展现出比较好的一个龙边战术的办法，而一个心急有点急到当。但是呢，韩国选手其实他的一个对肋骨的一个攻击也是蛮重的哦。好，转，哎，转个位置再把它击掉，哎，这个攻守转换不错哦。好，换 Fishgold 啊，被挤到这个擂台旁边，又转回来了、哦。那目前韩国选手还没有被成功的带到地面啊，所以你看宋明彦啊，这个裁判也觉得啊，你们快一点啊。赶快哦，避免这样一个一直在龙边啊纠结。扑过去又是抓住对方的左脚，啊，再来一个大摔，还有有可能被韩国取得上位哦。是，韩国在企图翻身，但是脚被夹住了。
好，现在看谁，哎，韩国技高一筹，哎，把他压过去了。哦，在地板上的缠斗啊是相当的凶险啊，是，你看两个人的脚啊缠在一起，谁是谁啊我都搞不清楚了。哦，目前哦做这个准备够了，脚还锁固定住了，嗯，哎，这个很痛哦，哦，每个人的承受度不一样。哦，有些人要是脚上有伤啊，你随便这样一扭他就投降了。对对对，太爆了，嗯，哦，如果有些篮球选手啊常常在翻船的这个球都受不了，是。好，目前脚也被缠住了，哦，现在都在地板上面。对，韩国选手啊，在上位啊，采取一些主动的优势啊。好，双方再度回到站立的位置。嗯，好，哎，护持护持。他这边要再进行这个清洁之后再带起来吗？对，通常是体力不济哦，才会把这个牙套给吐出来。嗯，我们在过去啊，他如果吐第二次的话，这个现在我们裁判是比较好心啊，就是让他去清洗啊。以前你吐出来你就直接塞回去，塞回去，你再乱吐看看。对，因为有些选手会故意吐出来，故意吐出来，拖延时间。嗯。好，再拼拳啊，现在又这个下潜哦，挤把这个韩国选手挤到龙边。龙边战术啊，也是相当的一个多的一个变化，也是有学问的。是哦，有一些 MMA 它是用擂台神圈的，就没有办法做这样龙边的战术。啊，又转换，要一个转换啊！我看到 Fish Go 脸上已经有伤出现了。哦，刚刚Fish Go 要做一个膝撞的一个迎击，好，抢到了背位。啊，这个韩国选手很聪明啊，你要摔我我就弯腰勾你的脚。啊，现在等着韩国选手翻过去哦，顺利翻过去，但是可以抢到背，对对对。好，这个叫南北位，一南一北。那从这个位置啊可以做这个蟒蛇脚 Anaconda 的一个脚技啊，但是因为可能韩国选手没有比这个 Fish 够壮，所以他没有选择这种的一个锁对手头的一个方法。啊，哒哒哒，啊，剩十秒，十秒钟。那我们有些比赛啊，他是敲两声，他不是敲三声。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啊，告一段落。哇，不过这边有来有往啊，不过到地板这边呢，反倒是来自韩国的选手 Jibon Moon， 哇，可以占到一些上风。是的，面对的是十胜零败的 Fish Go 哦，其实有点焦灼了。对，到裁判打分要怎么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是。哦，那当然 ，Fish Go 的左脸颊上面呢是有一些的一个伤势出现了，不过当然在这场比赛目前第一回合还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到底谁占了上风，两边都有一点，对，可能差一些些，那就看裁判的给分了。对，大概都是一分的差距。是，那一分就是主动性嘛，对，谁的打点多，打到对方多，那有效打击多，再来就是地板上，谁的控制能力比较强。满分是十分哦，再次一次的往下扣。这是在台北体育馆呢所来进行的比赛。那当然，一分钟的一个休息，第二回合马上就要展开。好，看到这个在龙边，好，往后一停腰，哎，砸下去了。可惜 Fish Go 啊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啊，让这韩国选手又溜了。哦，明明已经锁住这个脚踝了，哎呀！就非常痛哦，对，非常痛了。其实，结果来攻击对方的一个头部，哦，就解开了。对，解开。哦，这是韩国跟英国之间的一个对决。哎，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要来展开了。好，现在红方选手是 Fish Go， 然后他的一个左眼球那边啊，已经有点大量的一个淤血了。对，没错。在第一回合所出现的一个伤势，其实韩国的腿法他都还没出来啊。Fish Go， 那面对 Fish Go 这样的一个，哎呀，撞吧啊，再把他韩国选手撞到地面上了。是啊，这韩国选手很奇怪，他自己主动啊，挤到自己主动往笼子边爬，笼边靠，是不是认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被整个压住呢？也有可能，但是相对的还是没办法逃脱哦。
好，被勒住了。对，撞到下巴。他利用规则，他一只手啊碰到地板，就第三点着地，对方不能再膝撞撞头。是，很巧妙的利用这个规则。好，往后倒，但是韩国选手啊又做一个抗摔，被抓到了，两拳再加一个膝撞 ，Fish Go 一样又是塞了进去，对 ，Fish Go 太哎呀，转身不错，他太常做这样的下潜，其实韩国选手可以用阿巴卡上勾拳跟膝撞来等他，你头这样要钻进来，我就既然都在这个位置，对，就等你上勾啊。两个人好像都有点软的，是，这真的是非常耗体力的一项运动。我可以打个比方，就好像双方啊在比腕力，你跟一个朋友比五分钟看看，对，非常累的，三分钟手就有点软了、啊。是，啊，这个是用全身在比腕力啊。你看他要摔你，你要怎么不让他摔？你要全身的力量去对抗啊。没错。抢到了背后，哇！这个裸脚的位置还没成型，是。好，转了一圈，但是回到背后，这样反而更凶险。另外右脚塞不进去啊！哎呀，太滑了，目前身上太滑，所以我们在每一回合开始前呢、裁判应该把这个选手身上擦得一干二净，绝对不能带点油，带点汗。直接又扛起来了。对，有点小的 slam 啊，小的一个砸摔。然后他很技巧的把这个韩国选手两只脚都给夹住了。是。他就失去双腿的小明就只剩下两只手可以在那边滑滑滑，行动很不便。抽出来，抽出来，抽出来。好，在敲他的肾脏啊！眼神怎么有点呆滞了？太累了啊、真的，第二回合甚至进入到第三回合考验了选手的体力。现在我们在台湾啦、这个观众比较友善啊。如果在美国 UFC 这样的话，就开始虚了，开始虚了。对，因为想要看比精彩的比赛。我看到。Fish Go 又是把头塞了进去，对，顶住、但是焦灼没有继续的动作。然后对方其实你也可以做袭击、或是这个扎拳，好扎了、可是扎的意识不是很明显。我还是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今天在这边也是进入到了是第六场的比赛了，已经一半了。裁判说：“分开，再来，对，再来，都没有一个机会把握住了。”对，第二回合的比赛还有四十秒，又来了，又同样的招式啊，就是 Fish Go 的一个方式。好，在后位，这样就很难打、好 ，Fish Go 啊，今天打得非常的黏啊，可能让这个韩国选手啊，在腿法都没办法发挥啊。这时候啊，可以绕到另外一边啊，去做膝撞或者别的动作。那目前韩国选手在上位，就在这个位置僵持住了啊，没有做其他动作。让他爬起来了，没有再次站起哦。刚刚那个犯规啊，因为双方对那个手都还在地上，你就撞他的头，对，犯规了，有可能会被扣分。刚刚前面讲到的，对，有可能会被扣分哦。三点碰触到地板的时候，刚刚这个韩国的选手徐巴木来进行对方头部的进攻。刚刚是四点了，对，两个手都还在，对，两个膝盖加两个手啊，没错。好，这是这个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了。当然，现在在第二回合打完之后还没有分出胜负。当然看起来真的现在目前还是五五波，没有办法分出到底谁能够。获得比赛的一个胜利，等一下要来看的是第三回合，现在进入到的是第二回合，打完之后一分钟的一个休息。是，明明 Fish Girl 啊，它是一个柔术的一个中带啊，中带已经接近黑带的一个水准啊，应该有比较大的一个
关节技可以发挥才对，但是今天完全没有看到，就看到用脚力的抱摔，摔完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动作啊。就是 Fish Go 啊，在这场比赛目前的一个策略，要把对方给抱住，对，抱住。西装上头，但是呢，力量还没吃进去。这个时候就是这边，对方真的四点都还在。离开的瞬间，他一离开的瞬间，对方撞的时候，他赶快粘到地上。刚刚有离开一点点是。这个韩国选手很无辜。我开始撞的时候，他还是离地的状态。撞到的时候，他手就放上去了。这他们在玩的一个游戏很多 MMA 选手老鸟都会知道这一招，是故意制造对方的一个犯规。好，接着马上所以要擦干净了。刚才就裁判已经看到身上湿湿的，擦干净才比较好做一些关节技或一些其他的一个技法。碰决之后，马上开始第三回合。又来了，又同样的一个戏码。又是要抓住对方的脚步，对，那么换点别的策略呢？Fish Go 今天太执着了吧，吃的秤砣铁了心 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选手啊，怎么一直来这一招啊？真的是很讨厌了。不止我们讨厌的，他的对手也会讨厌死。对，这样我怎么打？好，现在要扣住对方的一个左脚，打太阳穴。难怪这样，因为这样就是全身的重量还可以踩脚这也是一招就好像那个小时候在玩那个踩气球一样踩对方的脚这是在规则上是允许的。好，换一个位置。这时候其实很近不是吸就是走应该再积极一点，不要太执着在抱摔。这个膝还可以，然后一个万图直拳，然后韩国选手再度被挤到龙边。好 ，Fish Go 就是这一招，对，就固定住了，他现在黏住了。裁判应该好好劝劝他们。对。好，分开之后在一般我们是会这样，会警告双方，甚至直接各扣一分。是，对，不然他们就是一直会这样持续的重复这个动作。今天想要把 Fish Go 给绊倒也不容易那因为这样的职业赛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规定，被裁判扣分就表现不积极的话，有时候会扣出场费。那跟这个钱有关的话，就会再更痛了，就会再卖力一点。看在钱的那个份子上那双方的教练我不知道有没有下达别的策略，都在上演同样那个轮回就是 Fish Go 把韩国选手挤到龙边，然后裁判看不下去拍拍手，他们两个分开。对，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第一回合比较多的地板上面，对一个上勾拳终于抓到了一次但是 Fish Go 跟那个牛一样真的，他根本不是 Fish 他是牛还是猪之类的。对这个 Fish 太壮是。好，打肋骨打用力点好，真的像牛一样，现在直接顶住。对，真的好像打不痛是。这个韩国选手他的师傅这个金东炫可能回去骂他了，教你这么多招竟然就只用了这几招。对。现在 Fish Go 有点危险，一阵乱拳，被打了好几拳还是用同样一招，就是他有打过橄榄球吗？又是用全部的身体力量往前顶，裁判又拉开了，裁判也累对。第三回合，我们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现在两个人又是撞到了铁笼旁边，对，
哇，相当的执着。好，到地面，我们来试试看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打法。那我们看到啊，这一个 Fish Go 啊，他的一个脸颊已经破口了，对，啊、在流血，伤口已经是很明显的，一直在流血了。那一般呢、啊，这个流血状况，目前这样子才医生还不会进来，是因为他是眼睛以下，所以不会眼睛这个血不会流到眼睛里面。那如果是眼睛的上面眉弓啊，或是眼皮啊，这时候才那个医生可能会进来，因为影响到视线。哇，这是这在低了哦，在今天比赛对最血迹斑斑的一场比赛、啊，小明又失去了双腿，是小明是来自韩国的选手鞠根木，对，哇，这个血迹沾在他自己的身上，还有地上，还有对手的身上都是，啊，所以你看裁判就是要戴这个手套，对。哦，那在第三回合、啊、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时间结束了，时间也要到了，好吧，看在双方这么卖力的份上，哦 ，Fish Go， 真的浴血奋战，浴血奋战，嗯，啊，这个差轻一点啦、啊，已经开口了，一个那么用力的擦，擦那么大力，帮忙啊，会痛啊，会裂开啊，哦，昏倒。哇，这不过要赶快去治疗一下他的伤口了。要缝啊，那到后台就是缝了。对，因为他的血现在还在流啊。对对对，这个有一部分的血是他被他的助手把他弄出来的。助手刚怎么这么不小心？对啊，好出手出脚啊。对，直接往他身脸上去抹拉下来的。Our judges have rendered a decision, declaring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Keeping Moon. Oh, Fish Go! 哇，那这也是 Chris Fish Go 在连十连胜之后吞下的第一败。对，吞下第一败啊、哦！打击非常的明显嘛、哦。是。哇，这个阿巴卡